30年前啦，师父呢，伫8月23号，一场的演讲啦，因为掌声吼，拍断了师父要讲话的时间，所以我都甲大家人讲，用鼓掌的双手，咱来做环保。无想到讲吼，安尼一句简单的一句话讲出来，就带动了这么多的弟子哦。大家人呢，拢真听师父的话，对的代志做不对啦。30年后，慈济已有10000多个环保点，超过11万双鼓掌的手，不停歇地在全球守护大地资源。2020年9月1日，正言上人云端行脚来到了位在新北市的土城环保站。环保站就是灵感菩萨照相的所在吼，正好孕育了足侪菩萨吼，我就是去这孕育出来啦。所以吼，来这是咱土城的第一粒种子吼。菩萨招生啊，资深菩萨感恩哦，都是你的双手还有你的心，安尼一直给人招直的感恩。我们这边是分类区哦，来跟上人挥挥手。乡人，我是陈阿菊，我今年82岁啊。啊，我吼做环保做真久啊，我拢伫捡啦，我较袂晓分类。啊，我讲有15年前哦，阮囝无安尼临时往生啦。我吼啊，得一直想讲我安尼等啊。食到遮老，迄阵啊都得要70岁啊！啊，临时送3个孙予我饲哦，我非常的辛苦。安尼，今仔日要再徛袂起来，尾啊吼，就是爱孙兄师姐因大家去甲我关心。啊，我吼，迄当阵吼安尼手心，食到得要70啊，啊手心向先来予人帮忙。我一直想啦，想讲我若食较老，我的孙若较大汉。我一定要手心向下。啊，你我甲旧前4年前吼，啊，囡仔都较大汉一岁啦。我兼欠房安尼迄落啊，欠关龙洞款100万，已经甲旧年圆满啦。人生就是安尼无常啦。啊，不过呢，迄个不如意的代志吼，啊，拢过去啊。即嘛欢喜的代志吼，日日啦，咱拢真欢喜。孙啊，大汉啊，啊，你也健康啊，啊，所以做环保身体好啊，而且吼，咱环保就是延长物命啦，也就是吼延长咱的寿命，甲你祝福吼健康啦、啊。平安呐、啊！好，上人再来哈，我们这个是孙曾昭妹老婆山哈，哇，阿姨哈，大家伊今年91岁哦。我上年看足侪摆啊呢。安尼哦。嘿，我去演戏哦，包红路啊，啊去倒遐拢看到啊。咱会员是30多年啦。哦。我家属共故乡过一个客，大家客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啦，吼，啊，原来是灯香啊，来家吼，来家足快乐的，真好过日啦，真健康吼，啊，佫真好命，啊，咱佫共享，啊，你佫见师傅几啊遍啦，所以咱拢足有缘吼，啊，咱都健康做吼。大家欢喜，给你祝福哦。哦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！你看到我，你问我讲，你看到我有欢喜无？有哦，真欢喜，真欢喜啊！所以咱真有缘呐、啊，哈、哦！啊，给你祝福哦，大家来做哈、哦。这台压缩机由黄辉林师兄团队承担，而他也是口说好话的专家。啊、感恩有缘入慈济，接受上人的教育，主要我们不离不弃，人人皆有大愿力，彼此要相互来鼓励，让生命充满大意义，
那人生的剧本就会很亮丽，所以大家做慈济，愈做愈欢喜啦，感恩上帝。一个耶稣慈啦，那就是表示咱人唔好想蓬松，咱爱呢真扎实，缩小自己，内在呢真实哈，这就亲像耶稣慈的精神哈，自我耶稣，那特别蓬松起哈，就所以就来得啦。拢是宽个真精致，是因为呢有过压缩过的吼，所以空间大啦，感恩哦，祝福大家人吼无量功德。咱这个邱龙泉师兄吼，伊平常时呢就去菜园啊来做吼，啊伊老闲伊就来咱的环保站吼来付出吼，这个是咱的邱龙泉师兄哦，跟上人挥挥手。上人好。大家好。好，上人。好，再来呢？简单哦。简单就是说，不要讲了，谢谢。感恩。然后龙泉师兄拢讲做就对了啦，哈，去做对了。做做个规个规身躯拢流汗，汗到身体。好。土城环保站原本是一间家具工厂，五年前志工们承租下来后。依使用需求重新做规划。我去捡个巴拉桶吼，想加捡一包，啊，着减垃圾了减一包，安尼嘛是爱护地球的一种的心理啊。这就是拢那个那什么工业区里面的地麦片的地啊，五谷粉的地啊，这拢足高的啊，足有机啊，啊，细细切切的，啊，着足白的白水水，啊，看到都。就安尼心情就足好个安尼，啊皮皮又大，啊就来会用去做茶啊，用安尼茶啊有够个时阵，啊就来交开，啊搁会用紧赶紧卖现金安尼啦。等现金。上人好。环保站二楼是塑胶袋和保特瓶分类区，因塑胶袋量庞大而空间有限，每天都得仰赖大量志工前来分类和清洗。因为厂商不收未干的芭乐套袋，因此志工利用回收资源拼装成铁架，解决了晒干塑胶袋的问题。另外还有极具巧思的天井，能够省时省电又省力。啊，咱所有二楼的物件吼，要出去吼，拢会爱为这个天井弹落去。啊，即摆吼，咱若要弹进前，咱就会把咱的环保车开来遮。啊，环保车的后斗放伫天井的脚遮，吼、哦，即摆我来等两包啊，互上英看卖咧。啊，首先咱甲这个天井的门开开，这就是咱的 P。啊，我即摆等两包啊落去，上英要等啊、哦，你看、哦。哦。啊，搁一包。哦，安尼等好就是咱的天井代表，就是等着咱的车道，啊，真的是咱的车道。菩萨，大家人在了付出，那要算工资吼，啊，师傅无法度好算，甲恁算袂得啦啦。那用工时来算吼，真正是无法度算。每一位菩萨用秒来算吼，都真歹算啊啦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份各有情。咱大家人呢，共同一念心呐，为人间、为社会，咱来付出。所以，大家咱都爱精进，勤精进，勤精进呢，活出了咱人生的价值，而且呢，是为人间有益的付出。这才是生命的价值，会当为人间付出啦，这当中叫做菩萨。菩萨怜苦众生，菩萨呢人间教化呢道理啦，用心行，用心行去累积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大家人。要好好用心行，无有空过时间，安尼个累积起来，咱来付出。
慈济冈山置业园区前身为一所学校，处处可见校园设施。如今教学殿堂里设有巧艺坊、社教中心、环保科技馆等。位在园区内的冈山环保站是全高雄最大的环保教育站，时常会有学校师生、机关团体前来参访及亲手体验做环保。嘿，小姨，我们冈山环保教育站哈，我环保站冈山环保站背着印尼的开始者，我们的教育环保站哈已经七档哦。甲师傅带咧行，感恩哦。我真听的所在，就是咱日常所看的塑胶袋啊，哦啊，空气气味真歹闻，哦啊，种类嘛真多。因临近工业区，慈济志工七年前开始回收工业用塑胶膜，每月回收量高达0.6公吨。咱这个所在就是咱的收收膜，咱这师姐吼，明来师姐吼，啊个咱这个王师兄吼，因这拢逐天来，咱这个环保志工，慧珍师姐吼，伊公职退休了后，吼，伊就到去做环保。张秀琴投入环保已经20年，近年来家人相继往生，自己罹癌，就连相依为命的儿子也因车祸受伤住进疗养院。这一天他透过荧幕见到上人，不禁哽咽。但愿你会当帮忙我做，一个囡仔会好，也当健康。真侪人拢常常爱甲伊祝福啦，吼！啊，其实吼，人生啊，这种的自然法则，咱带因带过来，吼！啊，咱即马就是啊，有一项上好的修行道场呢，那就是爱甲心啊、烦恼拍开，把垃圾甲摒掉去，啊，咱回收的有用才捡倒来，就亲像恁伫咧做环保同款。啊，规大堆的垃圾，啊，咱就是吼，遐个拢要甲拍掉，呐，有用的咱甲捡起来，造福啦，吼。即卖现在就是造福上重要，吼。逐天呢，无烦无恼，吼，烦恼放下，造福为先，吼，甲恁祝福啦。上年咱继续行哦，咱即卖要来的所在。就是咱环，咱的分类区，咱这个厝足悬，吼，啊，而且拢看起拢是树啊，空气足好。这两年会吼，啊，搁会当出来做环保啊话吼，讲爱请外头啊，阮搁唔咱，阮还搁会当赚2-3万块呢，吼，啊，做环保无烦无恼正是好呢，啊，愈做愈好，愈健康愈好呢。咱安尼。阁会当赚钱吼，啊，阁会当健康吼，愈做身体愈好。师傅甲你祝福，逐工来做，健康无烦恼，甲恁祝福哦，感恩哦。高雄冈山区原本有3个小环保站，108年，柳桥和后红陆续迁回冈山园区。这里四周都是树林，每天仿佛置身在森林里做环保。啊，这位就是咱的余师兄，就是咱后红环保站的站长。我过来已经大家作孙合作，做伙得做啊，请你放心啦。好，阿姨，系啊，阿姨，啊，有恁安尼做，我真放心。透早就做到流汗三地哦，祝福恁健康哦。除了环保站，园区里还设有推广教育课程，独轮车、太古班、花道课的学员当天也借由视讯连线与上人分享成果。感恩啊，你若有时间呐、啊，就回来花莲看看师傅。师傅若有行脚出去呢，啊，我都尽量会去到有法度去到的地方。师父也很爱看看大家啊，哈，千言万语啦，就像一句要跟大家人说，祝福，祝福你们，永远永远啊，道心坚定，生生世世，行菩萨道，福慧双修，感恩哦。
山好，真整齐，我到位了。后来我捌去过，环境真水，即马搁看到环境搁较水吼。上重要的，似乎看到人的心搁较水啦。这一天来到正义环保站连线的有茄定、湖内、正义环保站三处的志工。杨林你好，好我是吴秋怡，今年78岁，我捌住伫家户病房2个月，擦工擦甲足艰苦的，感恩王师爷带我来做环保，做甲身体愈来愈好。我做环保，搁在厝看大爱台，看到上人开始人生无常，我足欢喜的，这是我最幸福、最有价值的代志。感恩上人做这个大福田，予我，我愿要做上人的脚步行，要对。做到上难，上尾啊一口气，上人甲我祝福我，好，一定甲你祝福吼、你看你安尼阁健康起来吼，那身体加遮尔好啊，这就是要予咱把握咱的生命的机会吼，咱就逐工来做。做甲袂记哩，咱到底是几岁？咱都敢若会记哩，咱就是爱做都对啊啦。做得逐天健康吼，甲恁祝福哦。杨元，太罗你好，感恩不尽哦，足感恩的，都有这个迄个工互我做。我吼早时啊吼，拢4点爬起来，上早课上了，到迄个过花香，我就讲愿。迄、那个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民安居乐，甲天下无灾难，社会祥和。我个个活过来，祝福你的相片也来讲，祝你吼法体康安，永驻人间，救度众生，感恩不尽，阿弥陀佛。感恩上人。你无救你家己哦？你有救你家己？我唔捌救我家己，我捌救阮囡仔囝伊孙仔平安两家。出门遇到好人通嫁，吼，会用要大家顾好，较来对国家有帮助，对社会生存拢都有帮助的好人。你的念头拢真好吼，你祝福足济人，救福足济人吼，那师父都为你祝福，换师父祝福你吼，健康平安吼。咱七当村。咱这代啦，为着咱家己现在爱做好，咱阁为咱的子孙呢守护地球啦，也阁有呢，咱爱相信，咱的未来会阁来人间，佛陀呢，把咱的教育啦，教育就是爱发愿人间的做好，做菩萨，所以咱爱把握因缘。咱有时阵啦，伫咧做环保呢，电视嘛会当开会啊，就是听声，伫咧讲的话，咱的电台吼，嘛是因为环保菩萨做来，点点滴滴累积，这呢，咱就关乎大爱，帮助伊呢，替咱弘法啦。上人你好，好，我是林秋霞。我以往拢有在看大爱台，后过哦，我家伫怀疑啦，主持人敢真正像爱电视也好吗？后过我就要组织这个大家庭，我感觉讲这是确实的，我唔惊孤单一个人。你的手啊，伸到长的，你敢牵好条哦？来做你的脚步行。师傅手伸真长。恁都爱吼来搭好师傅的手吼，那爱一步一步对吼好，唔免烦恼啦。咱的组织吼大家庭发亲吼，大家人拢互相照顾。你做你逐天健康环保来做就对啊吼，祝福恁。好啦好啦。
另外，鹿竹环保站的志工们也透过视讯和上人一起行脚。上人，没讲上人，我没讲上人，我爱你啦。恁爱师父，师父嘛真爱恁吼。啊，咱大家人爱互相爱师父所爱的人哦。感恩菩萨，你这么爱师父，师父拢会定下甲大家人讲，用爱师父的心呐、啊，来爱天下的众生。安尼呢，这股的力量真大，所以呢，师父嘛爱大家人。爱大家人呢，来造福人间，安尼呢，福啊，慧啊，就是福慧双修，咱就结来了生生世世缘。拄只呢，听着讲吼，我要对师父行、哦，是啊，师父内心拢一直甲恁补充一句话：生生世世哦，是生生世世。对师父行，咱后世人的后世人啊，咱就是要来人间做菩萨，化度人间吼，希望生生世世呢，咱度脱众生啊，皆行菩萨道，这是咱大家人共同的愿啊。30年前鼓掌的双手，为了保护大地而勤做环保。逐渐干燥粗糙，布满皱纹，但在上人眼中，却是一双双最美、最令人疼惜的手。师父呢，最近呐、啊，拢讲吼，一双上水的手啊，拄只我来只坐着，桌仔顶就甲我看看这两支上水的手吼、啊。师父一直目睭也看到因，也看到恁啦吼，看恁大家人拢是伸出了迄两支手，感恩恁，这两支手啦，就是表达出了咱生命的价值。感恩菩萨们用双手做环保，感恩这高匠的双手真有用，感恩哦。